哎，看到皮诺丘队长在后面带着一堆钱笑我，哈哈哈，我有好多钱，哈哈，哇哇，好多钱，哇哇哇，你看最后还是皮诺丘队长在后面开心的，哇，老子有钱，啊啦，然后我们在前面累掉死。哎、欸，有这一关哎、欸，炫！还有影子关，玩影子关。Let's go！ 干，限时100秒，靠靠呗。哇，我好像直接把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弄坏。Oh shit！ 正所谓欲速则不达啊！那怎么办？哎，人生大失败了啦！打屁！用被动技能来打。Good。欸，我刚不是吃到一个爱心，一个星星吗？靠北那个星星是那个。杀到民国几年？哎、欸，他这是要去哪里？哦，天哪，要杀完了！啊，过了，啊，算了，看在你这样就过了的份上啊，靠北，我刚去哪里？哟 ，mother。看在你过关了的份上，不跟你那么鸡掰关尖叫，计较，气死我了！300，我干有鬼屋，我实在是不喜欢玩鬼屋、欸。啊，干又按错了，烦死了。三关，谜题城。这如果有人可以帮我按那个画面就好了，希望它比较现实。哦、还好它没现实。干嘛干嘛干嘛？贱人，你给我管！开门，开门！哦、其实它不一样哎。他并不是完全一模一样。贱人，你给我管！打球！哦！啊！贱人，你给我管！限制100秒。哦，敲锣打鼓，滚滚滚滚滚，敲锣打鼓，等等。香菇吃，罗杰塔吃香菇，耶、yeah, ，好色哦！干，用生命去换。
啊，不行，不能换，进去就要被他顶。哎，看能不能丢球进去。不行的话就一定要带。啊，也太猛了，浪费了一条命。没关系，我吃这个。耶！哦，把人拉住，进去。哦，现在是他妈玩这个是吧？我有超级配的。因为前面那种赶时间的关卡太多了，不由自主的就会开始赶起来。哎，这样是早上的，好炫！以防万一呢，要先把这些贱人全部干掉，免得妈之后白跑。看一下哈，怎样怎样怎样，看谁比较会转啦 啊！这应该是第二个。好，先把附近的贱人全部打死。啊，干，超级贱人，怎么不来吃我的屌？讨厌。亚塞。点你点你。掉钱了，掉钱了。好，还是没问题了。这边了。哇，好难啊！啊，这个受不了了，这个要第二次再来啊，这个太难了。把前面过一过好了。干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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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，干这是要从哪里进去 ？Hello， 哦，做了一个洞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嗨！不够猛！啊！噔噔噔噔噔噔！呜呼！啊，好难啊！二九九啦，二九九啦！哎，再继续努力。Let's go！ 哈哈！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！这好像直接撞他就会开了，没有必要打。贱人，你给我滚！我 C 型手，一只手操作角色，一只手来按画面。啊！哎呦！哇，干贱人！要拿过了。
丢球，丢球，命中目标。亚塞，干，少一个在哪里啊？靠边。在这边跟他慢慢玩啦、叮，耶，啊，叮，没办法，受不了了。叮这一声就注定要吃自己了。哎，有了！叮，啊，太小了，对。哇，直接撞上去，超猛！哎呀，叮。31000，挺烂的。耶！哇，出现了绿的，下去领300。终于达成了绿的300使命了。是说，我看我的左边那一排啊，最左下角一格那个不知道很小，看不太出来，可能是我现在的那个吧，减号的东西一下子没有。啊，巨大的幽灵船。没啦没啦，露娜露娜，哦，但会吹呢，那是会吹的。嗯，干叮，哦，算了，叮，这声叮叮的我心都碎了。太难过了啊！好讨厌！呜呜呜呜！呜，冰得我心都碎了！干贱人，你给我滚！这些都可以撞，我觉得连另外一只都要打倒才行。第二个。三个吧、啊，又有一个啦！啊，贱人，你给我滚！
Wonderful！ 哇，中招了！哇，我、哦、还有啊！贱人，你给我滚！你给我滚！撞撞，快跑！好，巨大化沙法，你老妈超猛！这应该叫你老妈沙法。再来一只。哇哦，你老妈沙法超猛的。差一个。哦，差一个要结束。好，努力的来解你老妈沙法。好吗？哥俩俩！好 ，Welcome, Welcome, A091A3A60Y0 Welcome, welcome, welcome. Thank you for subscribing. 过来这边会直接消掉，我还以为他会直接把那撞掉。哇，太胖啦！不过这个船不会垮掉，真的猛。就是为什么罗杰塔的关卡都这样充满恶意。我是你老妈沙发。可是我觉得我今天关掉之后就不会想开嘞、欸。今天妈，我觉得该拼的全部。哇，240个才可以开啊！还好我超多，303啊。大小，看起来是限时关卡、欸。Let's go！ 不是、欸，哇，是这一关哦。哇，这个也很搞啊。嗯嗯，哈哈哈哈哈！哦，这个很高。
好讲。还要给个枫叶。哎，糟糕！哇，地上那个很麻烦。完全看不到其他星星的位置。啊，往左前方跳。剩一个，等我把我第二个什么时候拿到了？这个时候都只专注于过关。哦，干你老师，这的。掉了啊！哇，这个，哇，跳绳哦！靠背吧。哎，哦，最后面，好，靠我了。变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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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天生被动技，旋转跳法，到啦，最后的跳台，一二三，哦，他还没有，妈，恶意到时间很短，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，我这还是要这个移动平台啊。好，太恶意了，干！不是我要讲，挺靠背的。官方恶意，没受得了。哇！大家妈老子身手敏捷啊！太神啦！
快神啦！走个五啊！开始啦！这个怎么过啊？这要非常的快嘞，毫不犹豫，毫不哦，干出现了，出现了，挡阵啊！谢谢谢谢谢谢，人真好啊，真是受不了了。挡阵终于来了，太开心了！等一下，我还没有想过，妈，原来挡阵这么屌！其实我一直都知道挡阵他妈还蛮厉害的，这么屌就真的有点太扯了。真是人挡杀人啊！好了好了，靠着挡阵之力，一次过了。哎，他这一次的那个移动速度竟然不一样，之前超他妈快的，现在突然变得很慢。有够猛！过来，306啊，耶！好，换了，你看，从香菇换成了这个火焰花啊！干，下一关10之8/9是星星，而且他还要求这个哎。这三小，他要求那个星星的数量、印章的数量跟那个10000分的数量，哎，啊，不就好家在我他妈什么都有过，这是什么？好酷哦！第五关可以直接打，放好看。啊，这是怎样？我演到这边来，要求你什么东西都最大，哎，你才能玩下一关。完美通关的证明。